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最新代理的房子，37号 Avenue Road， 位于列治文山的兰桂坊社区。那众所周知，兰桂坊社区是列治文山最贵的社区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房子占地面积非常的大，像我这个房子就是45×180 feet 的占地面积。那这间房虽然不是全新的翻修房，但是业主在里面花了近50万加币，从头到尾全新打造。你看这个天花板都是平顶，还做了天花板的那 crown molding 地脚天花板线，还有很多大量的射灯。那包括这个窗户也是环形的窗户，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采光，非常的明亮。那随着我往这边走，就是正式的主人的用餐厅了。用餐厅的话，这个区间还蛮大的，坐上10个人都不成问题。包括正餐厅上面还有一盏非常漂亮的水晶灯，都可以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呢，也能够享受到很美妙的光线。那这个厨房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，因为这个厨房是主人全部重做了。以前的厨房是很小很旧的，那么新的主人在搬建这个厨房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橱柜呀、地板呀，包括电器全部都换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电器就是不锈钢的德国品牌，是最好的一个品牌，叫 Bosch。而且这些电器呢，也是 Bosch 品牌当中很高档的一些产品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是大力的抽油烟机。后面厨房后面也做了防溅板，这个防溅板的颜色呀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人的审美观，灰色带一点亮金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电器是嵌入式的电器，这个是微波炉，这个微波炉还蛮高档的。下面这个是烤箱。那虽然这是二手房，但是这套电器的维护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了，几乎看不出使用的痕迹，就像全新的一样。哇，这个业主真的是有洁癖哎。那我们再看厨房的台面，也是我们华人非常喜欢的大理石台面。那这里还有两堵很大的窗户，窗户看出去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无敌大的后院，你足足可以在这个后院放3个游泳池，或者你可以放1个足球场，放2个篮球场在你这个后院了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早餐厅，叫它早餐厅感觉简直太委屈它了，因为它的大小足够可以放下一张正式的餐桌，这个餐桌坐6到8个人都是完全不成问题的。这里是家庭厅，那我们看到家庭厅的两个柜子其实都是 built in 的，就是说嵌入式的，是会留给下一任业主了。那这个家庭厅对面，你没看错，确实有一堵玻璃墙。哇，这个设计简直太有创意了。没错，这是玻璃墙，因为这是个书房，这样的话你在书房办公的时候，你会感到采光非常的充沛，而且你还能从书房一直看出去，看到这个无敌的后院。好，现在在2楼，先让我从这盏漂亮的水晶吊灯开始介绍吧。这盏水晶吊灯足足有2米长哎，整个水晶都非常漂亮，散发着独木的光芒。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感觉整个都被吉祥的光彩照耀着。那这个楼梯也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，是不是很有欧洲风情呢？这是项目的实木楼梯，而且注意了，这个楼梯的这个楼梯杆不是木头的，也是铁艺的，这也是比木头的成本价高了足足1倍。那在2楼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5间睡房3个卫生间。没错，5睡房3个卫生间意味着有2个房间是套房，然后还有2个房间共享1个卫生间。大大的主人房的话，一般都会有一个衣帽间，那这是这个房子配布的衣帽间。衣帽间呢是不如式的，就是这个空间还是足足很充沛的。然后这里的主人房是一个套房，也就意味着它会自带1个卫生间。这个卫生间是全部全新搬建的，从门开始就是新的。那这个瓷砖已经全部换过了，然后前面有一个贵妃浴缸，也是最新流行的。这里有一个梳妆台，那我很喜欢，就是它是2个涮洗台，一个是给男主人用的，一个是给女主人用的。整个房子里面的灯具配备也非常的别致，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真的在这个房子里面花了很多心思。那在这个卫生间里也有大量的射灯，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全玻璃的无边框的淋浴室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淋浴室的淋浴喷头也是专门做了升级，特别大的一个喷头，光这个喷头就上千了。
现在呢，我们就在地下室了，地下室是完成的，让我快速的带大家欣赏一下。地下室这里有一个书房，那这个书房的窗户其实还蛮大的。然后这个地下室呢，层高是高过8尺了，感觉应该也是有9尺，在这个书房里面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家庭影院，这个门打开，surprise，这里有家庭影院，那你可以在里面看电影，你也可以在里面做健身房，都是非常美妙的。那在我手指过去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吧台，一个非常可爱的、非常现代的吧台，里面还有小的冰柜，你可以放酒杯呀、放酒什么的到里面去。那随着这个吧台往前走呢，就是一个淋浴间，这个淋浴间也是都是全玻璃的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、非常现代的洗手盆和一个马桶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桑拿房，你没听错，你在地下室运动完了、活动完了、喝完酒了、看完电影了，还可以在这里蒸个桑拿，是不是听起来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神奕旷呢？那这里还有一个房间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用作客房，有客人来了，或者也可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有阿姨来照顾小孩，也可以把它作为阿姨房。那听完我的介绍，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心动的感觉呢？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，请拨打我的手机号码64730949990，也可以添加屏幕上我的微信二维码，也欢迎大家周末2到5点来看我们的开放屋，和你们不见不散，周末见。